我们这里直接闪耀歌姬，然后刚才不是要讲新角色吗？你是讲到哪里去？惊喜雷霸兵！坏好友而已啊。接下来的，好了，不实证的啦，烦死了，那我们再看新闻比较快。你好，小可爱。时政如果等太久的话，我们就直接看聊天室哦，好吧？蓝 AI 惊喜雷吧。